巍巍嵩山，古刹少林，是中国佛教禅宗祖庭。少林功夫名扬天下，逢武必及少林。少林武术是少林寺历代武僧吸取百家之精华，久经锤炼，是技法和智慧的一种禅效应，以禅入武，在训练中从时空不空达到一种实证的禅修。少林弟子应当寻找自我，认识自我，超越自我，在任何外界的情况下都要收复散乱的心，执着的心，在武士中要体现出保持着清静的心，刚柔并济，以禅入武，禅传归一。少林朝阳拳是少林拳法当中实战的技击之法，拳中的砍、冲、劈、砸、冲天炮和双风贯耳都是实战的技击之法，整个拳式灵活多变，声东击西，攻则猛，守则稳，刚柔并济，形成了格打的巧打格局。少林朝阳拳常见动作：冲拳，拳心朝上，抱于腰间，手臂内旋，拳心朝下，向前冲出，臂与肩平，力达拳面。栽拳，手臂内旋，拳心朝上，向前下冲拳。推掌，竖掌前推，臂微曲，直于口。插掌，掌心朝上，向前下插戳。强手，掌心朝上或朝下，上前戳击。搂手，手腕先内旋，而后外旋，向外爬搂，收于腰间。弓步，一腿在前，一腿在后，双腿相距，一个自然步，前腿前弓，膝盖与脚尖相照，后腿绷直。马步，双脚相距，以肩稍宽，双脚平行，双膝外展，双腿下蹲，上身挺直。虎步，一腿屈膝蜷蹲，一腿绷直，侧身下落，上身挺直。虚步，一腿在前，脚尖点地，一腿在后下蹲。腾空飞脚，摆动腿高提，起跳腿上摆伸直，脚面绷平，脚高过肩，击手和拍脚连续快速，
准确响亮。朝阳拳分解动作，预备式：两脚并步而立，两手自然下垂，头正伸直，两眼平视前方。请看侧面预备式：起势，左脚向左跨半步，脚趾抓地，两脚与肩同宽，双拳拳心朝上，收于腰间。两小臂基本平行，双肘稍高于双拳，挺胸收腹，舌抵上额，头左摆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起势，白蛇吐信，头右转，右拳变掌，掌心朝上，向右上平削。当掌与肩平时，右腕内旋，掌心朝下，向右抢出，臂与肩平，力达掌指，目视右方。请看侧面白蛇吐信，提膝下按，体右转90度，右脚提起绷直，放于左膝上方，左拳变掌，双掌下按，放于体两侧，掌心朝下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提膝下按，弓步双抢手，右脚向前落步成右弓步，双掌掌心朝上向前抢出，掌与口平，力达双掌，
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弓步双抢手。屈步按掌，右腿后撤一步下蹲，左脚脚尖点地成左虚步，双臂内旋，双掌下按于体两侧，掌心朝下，力达双掌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虚步按掌。七星切掌，左脚跟落地，右脚向前跟步，右脚尖与左脚腰相距10厘米，右膝与左腿弯相靠，两腿下蹲成七星步，左掌掌心朝上收于腰间，右掌提起向右膝外侧下切，掌心朝下，掌指朝前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七星切掌。金鸡独立，左脚提起绷直放于右膝上方，右手握拳向上架于头顶上方8厘米外，拳心朝下力达右前臂，左肘上抬，左手握拳放于左膝上方，拳心朝左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金鸡独立。鸡手炮，左脚向前落地，右脚提起与左脚并步阵地，双腿下蹲，左手变掌，掌心朝上右移，右拳拳心朝上向下与左掌心相击于双膝前，左手指朝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鸡手炮。蛟龙出海，右腿起立，上身后仰，左脚提起绷直向前上方弹踢，力达脚尖，右拳化掌，双掌上挑竖于两肩前，双掌心相对，双掌指与双耳稍高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蛟龙出海。弓步三推掌，三个分解动作。一，左脚向前落地，体右转180度成右弓步，右掌移于左胸前，掌心朝左，左掌经右肩与右臂外侧向下，掌心朝上收于腰间，右手变立掌向前推出，指尖与肩平，力达右掌，目视前方。二，上动不停，右弓步不变，右掌掌心朝上收于腰间，左掌变立掌向前推出，指尖与口平，力达左掌，目视前方。三，上动不停，右弓步不变，左掌掌心朝上收于腰间，右掌变立掌向前推出，指尖与口平，力达右掌，目视前方。
请看连贯动作。腾空拍脚，左脚提起，右掌掌心朝上收于腰间，在左脚下落的同时，右脚提起绷直向前上方弹踢，右掌前伸，以掌心击打右脚面，目视前方。云顶三冲拳分三个分解动作。一，右腿向前上步呈右弓步，左拳拳心朝上收于腰间，右拳变掌向上经头顶向后，经脑后变拳，拳心朝下向前冲出，背与肩平，目视前方。二，右拳拳心朝上收于腰间，左拳拳心朝下向前撑出，臂与肩平，力打左拳，目视前方。三，左拳拳心朝上收于腰间，右拳拳心朝下向前冲出，臂与肩平，力打右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连贯动作。鹞子翻身两个分解动作。一，左脚提起绷直放于右膝前上方，提右转90度，双手变掌，两掌十字相交于胸前，双掌掌心相对，左手在下，目视前方。二，上动不停，左腿左身绷直下落，右腿屈膝全蹲成左蹼步，右掌掌心朝上收于腰间，左掌向左下沿左腿内侧左切至左脚面，掌心朝下，掌指朝前，目视左方。请看连贯动作，鹞子翻身。弓步冲拳，重心左移，体左转，右腿微前收，左腿前弓成左弓步，双手变拳，左拳拳心朝上收于腰间，右拳拳心朝下向前冲出，背与肩平，力打右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弓步冲拳。马步架打，右拳变掌向右下抓握变拳，拳心朝上收于腰间，右脚向前上步，体左转90度，双脚平行，双膝外展，双腿下蹲成马步，左拳向上架于头顶上方8厘米处，拳心朝下，右拳拳心朝下向右冲击，臂与肩平，力打右拳，目视右方。
请看侧面马步架达。上步架打，左脚向右上步，左拳拳心朝上收于腰间，右拳变掌向右抓握变拳，架于头顶上方约八厘米处，拳心朝下，同时体右转180度，双腿下蹲，双脚平行，双膝外展成马步，左拳拳心朝下向左冲出，臂与肩平，力打左拳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上步架打。虚步勾拳，体右转90度，左脚向前上步，脚尖点地，右腿下蹲成左虚步，同时左拳向左下，而后向前上方勾击，左肘与左膝相照，拳与口平，拳心朝后，右拳变掌向下，经右膝前向后，与体右侧握拳向前抵于左肘弯内侧，拳心朝上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虚步勾拳。虚步击掌，右势，左脚脚尖外展落地，右腿从左腿前向左上步，体左转90度，右脚尖点地，左腿下蹲成右虚步，双拳变掌，左掌左隔后向右，右掌向右上而后向左，双掌对拍与左胸前，直与鼻平，右肘与右膝相照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虚步击掌，右势，马步冲拳，两个分解动作：一，右腿向右放步，重心移于双腿之间，左掌变拳，拳心朝上收于腰间，右掌向下，经裆部向右，经右膝前向后，与右膝外侧变拳收于腰间，拳心朝上，目视右方。二，上动不停，左脚向右上步，体右转180度，双脚平行，双膝外展，双腿下蹲成马步，左拳拳心朝下向左冲出，臂与肩平，目视左方。请看连贯动作，虚步击掌，左势，左脚向右前上步，脚尖点地，右腿下蹲成左虚步，右手变掌向右上隔出后向左，左拳变掌向右前，双掌对拍于右胸前，直与口平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虚步击掌，左势，两个分解动作：一，左腿向左放步，重心移于双腿之间，右掌变拳收回腰间，左掌向下，经裆向前左，经左膝前向后，与左膝外侧变拳收于腰间，拳心朝上，目视左方。二，上动不停，右脚向左上步，体左转180度，双脚平行，双膝外展，双腿下蹲成马步，右拳拳心朝下向右冲出，臂与肩平，力打右拳，目视右方。
请看连贯动作。鸭子戏水，两个分解动作：一，体右转，右腿后撤一步，左腿前弓成左弓步，同时右拳变掌，右臂直臂向后下运行，放于右腿外侧，掌心朝后，目视前方。二，上动不停，左腿后撤一步，右腿前弓成右弓步，同时右掌变拳，拳心朝上，收于腰间，左手变掌，左臂直臂向后下运行，顺放于左腿外侧，掌心朝后，目视前方。请看连贯动作。霸王举鼎，上动不停，双腿位置不变，右拳变掌，双掌经腰间向前上方举起，双掌与头同高，双掌尖相对，掌心朝前，力达双掌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，霸王举鼎。并步冲拳，左腿向前与右腿并步直立，双掌下落，右掌经左掌外侧向下，经左掌内侧向上变拳，向前冲出，拳心朝下，臂与肩平，力达右拳，左掌于右臂下握拳后，移放于右腋窝下，拳心朝下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并步冲拳，腾空拍脚，左脚提起绷直放于右膝前上方，双拳拳心朝上收于腰间，在左脚下落的同时，右脚提起绷直向前上方弹踢，右拳变掌前伸，以掌心击打右脚面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腾空拍脚，回头望月，上动不停，右脚向后落地，体右转90度成右弓步，右臂曲肘放于右掌于右耳前，掌心朝前，左拳变掌，左臂直臂向下顺放于左腿外侧，掌心朝左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回头望月，弓步双握枕，两个分解动作：一，左脚向右上步，体右转180度成左弓步，同时左手握拳右上移，于右肩外前凝放左拳与左肩前，拳心朝后，右掌经左肩和左臂外侧向右下与腹前握拳，右臂直臂顺放于体右侧，拳心朝后，目视右方。二，右脚向左上步，体左转180度成右弓步，右拳左上移于左肩外凝放于右肩前，拳心朝后，左拳变掌经右肩和右臂外侧向下与腹前握拳，左臂直臂顺放于体左侧，拳心朝后，目视左方。
请看连续动作。猛虎出动，左脚向右上步，踢右转180度，呈左弓步，右臂抬肘，右拳经头顶上方8厘米处向左冲击，拳心朝下，左拳向左上勾击，左拳与左肩相平，拳心朝上，目视左方。请看侧面，猛虎出动。击手炮，双腿下蹲，右脚提起，与左脚相并阵地，右拳向右下向左，左拳变掌向右，与右拳面相击于双膝前，目视前方。请看侧面击手炮。马步冲拳，两个分解动作。一，右腿向右放步，重心落于两腿之间，左掌变拳，拳心朝上收回腰间，右拳变掌向右，经右膝前向后运行，于右膝外侧握拳收于腰间，拳心朝上，目视右方。二，上动不停，左脚向右上步，踢右转180度，双脚平行，双膝外展，双腿下蹲成马步，左拳拳心朝下向左冲出，背与肩平，力打左拳，目视左方。请看连贯动作。童子拜佛，重心移于右腿，右腿下蹲，左脚提起放于右膝上，脚掌朝右，双手变掌，直臂向上，曲肘向前，合掌于头顶前上方，合掌后旋即下落，竖立于胸前，指尖与喉同高，目视前方。
Thank you.